透过保养品的开发，希望能够以在地精神，让大众享受到平价的顶级。台阳生技研究中心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而暴露在外界侵害，肌肤自我修复的功能日益趋缓，对于肌肤的修复能力持续下降。当修复速度赶不上肌肤累积无以数计的损伤，肌肤皱纹细纹逐渐加深，再也不能显现出年轻饱满红润的青春光柔。长年下来呢，我们化妆品呢，在我们这个区块哈，台糖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呢，就是我们经常国外有一些国际上的展览，那每年都有新的产品出来。那我们一样哈，我每年哈都会花就是一些经费呢，到国外去看，把国外呢，比如欧洲、日本其他国家好的原料带进来国内，然后添加在我们的产品里面。但是呢，台糖的产品都有一个特色，所有里面含的一些植物萃取液，或者是像我们的龙胆草啦，像我们的那个积雪草啦，这些类的东西我们都有添加在产品里面，这就是台糖自己研发的，而且得到国际间的认证，也有专利。所以呢，台糖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虽然很多原料来自世界各国，也用了很顶级，但是台糖呢所没有办法让人家取代的，就是我们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我们很多原料都是糖研所他们生产制造给我们生技呢，把它变成很好的商品，然后制造给大家。然后这个过程呢，就是长达每次研发出来好的东西都要两三年的时间，都用很多心力在做。所以呢，应该是说我们国营的产品是值得大家去体验信赖，还有就是说它的品质在坚持上根本上我们都是要求最高规格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台糖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需要持续修护，让肌肤维持年轻的时候紧致弹润。台糖生技中心了解台湾女性的需求，致力于顶级保养品的研发，希望以国产的在地精神持续让台湾女性享受平价却顶级适合台湾女性肤质的顶级肌肤保养品，肌肤明显感受到紧致及光滑丰润的触感。十八新闻网听闻陈医生，高雄采访报道。